Cosmos。嗨，我是宝可梦。最近呢，这个市场上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震荡哦，就是我们大家最爱的永丰大户呢，哦，他现在就是把他的这个1.1%的高利活储呢，有100万降成50万。其实说真的，还是蛮令人觉得痛心，你知道？因为大环境经济不景气的关系，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哦。从上个月的这个台新的 Richard。好，由50万降为30万，就已经可以嗅到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往下走的趋势。那到现在还是一样哦，就是永丰大户呢是对我们小资族最友善的这个数位账户呢，它已经有100万降为50万。可以想见，其实其他的银行应该也会慢慢开始有动作哦。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跟结果，所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里面，其实大部分的信用卡优惠呢，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账户的高额存款利率呢，其实都会慢慢的往下调降，或者是至少是它的额度都会慢慢的往下降哦。反正就先砍半，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能够对大家好的，我们一定对大家好。所以宝可梦再去翻了一下，说之前跟银行合作的案子里面到底还没有什么东西是剩下来的，然后我居然发现有这些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哦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大户提贷哦。这个大户的提贷呢，至少还有，我刚刚算一下还有14个哦。然后这14个呢，我一样会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户的人生金字塔活动里面送出来。好，就是说我们会先送这个精美的，我看一下这个，有没有？我们有一整箱，哎呦，一整箱的这个大户的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个大户的这个皮革套，哦，精美的皮革套呢，我们一样是要送大家。那没有抽中的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就是要希望大家都有，人人都有机会可以中奖，所以我们还有加码，哦，我们的加码就是说我之前没有送完的这些大户的提袋呢，我们也要一次给大家，所以也是邀请大家，就是不要对大户失望，持续的存钱有好康，我们都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回馈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就是支持我们凯板帮，好不好？我们这团越有能力，好，越有影响力，我们就可以帮大家要到更多的奖品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短短评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